好的，各位观众，让各位久等了。接下来由林雨桐钢琴三重奏即将我们带来精湛的演出，请大家掌声鼓励，谢谢。
们是林雨桐钢琴三重奏。那我们在八月二十五号跟八月三十号的时候，会在剥皮寮历史街区表演。那有兴趣的民众可以来参加我们的演出，谢谢。谢谢林雨桐钢琴三重奏。回音岛将于八月二十五号与八月三十号的下午两点五十分，在剥皮寮历史园区二十一与二十三号。我知道这样听起来好像也难找，但是现场会有明确的易碎节的指引，告诉你应该去到哪边。欢迎大家前去继续开心的聆听。